Lee's Sandwich 在台北车站开了台湾第一家分店咯。店家主打的是法国、越南混合的各式轻食，口味很众多。现点现做的三明治，有各种腌制的蔬菜、洋葱、墨西哥辣椒等等，有点重口味，却又不会腻口。不同口味呢，包着不同的肉品，肉冻、火腿，还是干酱呢，都有拥护者。无论吃哪一种口味，都可以自由选择法国的可颂面包。现烤的面包呢，真的是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，而且尝得到麦香。一口面包，一口越南咖啡，让人咀嚼之间体验不同的饮食文化。今天你想吃什么口味呢？